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，耶稣救你，耶稣救你，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，他能救你，救你脱离罪恶权势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爱你，他能救你，耶稣永远爱你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求你脱离罪恶权势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爱你，他能救你，耶稣永远爱你。哦，耶稣爱你，他能救你，耶稣永远爱你。